你会觉得说他对于这些老照片对你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？我觉得老照片很大意义是，第一我们可以去了解历史，去参照这些老照片，包括现在不是到处在修缮嘛，修缮一些古迹或者古建筑，其实它需要参考老照片，修旧如旧，不然你都不知道老照片长什么样，去修是就会修得不伦不类。另外一个就是像你刚刚讲的哈，就是找到一个回忆的地方。对对对，就是很多历史我们要去查它的线索的话，那老照片当然是最直观的。对对对，它是比任何的东西直观，它就是不会说谎。老照片就是当时怎么就是快门就给它记录下来。对对 对, 对, 对，但是你要走来会记得咱行来的时阵的路，要走吼来回忆咱这历史的温度。我感觉用安尼一张一张的这老相片来底，你就会当人看到，而且咱会当人把以前的历史记得掉，将未来的路也发展那个较好。